谢这新老志愿者，这16年对救助站的帮助，救助了上万只可怜的小动物。不管救助站有多难，我依旧会坚持下去，救助这些可怜的毛孩子。刘丽在此感谢大家，谢谢。今天都这样，苍天呢？跟那狗今天在一起。人工荨麻疹。咱知道，不上心。人工繁殖，就是一挠就苍天。神经病了吧？他属呀。你非得就人工荨麻疹。身上都不是，满身都是。怎么是昨天不知道谁扔了呢？连笼子带啥一起扔的。扔哪儿呢？那道上让别人求助了。小猫咪。小猫咪多懵啊。咪咪，几个月？一个月大了？几个月？三个月吗？有要领养的小猫咪。咪咪。谁捡？陈伟天是捡的。捡的。可贱贱的老公公了，是吗？给你多少年了，狗？10年了呗。知道我找你。行，这是鞋，这个鞋货，屁股长腿。太老了吧？哎呀，贱。多老了？都10多年了，现在是老年病，脑瘫痪2年了吧？大家？对，3年了。2年，去年夏天还能，去年就吃没东西。去年冬天瘫了，夏天稍微能走，冬天又完了吗？2年了，自从2年了就瘫痪了。他怎么来救助站的？他也是被人遗弃的吧？跟你10多年了。捡那个吗？你看这小松鼠都不给治了，放弃没有效，治疗意义了。但是我都不忍心，都放弃了。都是被抛弃的，有病不治，是不是他们？对。几年就这么伺候他伺候过来的？我伺候他都瘫2年了。他两年了，拉一点尿一点都不干呢，看人人可贱了。他呀，拉一点尿一点都不干，他趴的可贱了。啥呀？他别伸一点窗没有，啥窗都没有。他尿他就那啥，尿了拉了就喊人，不干，他是都不干，不干，他一点都不行。哎，这些年了，哎，打理，管心脏的，昨天晚上他有点不太好，今天来给他复查一下，心脏有点不太好，来晒干就行。太老了，这老年性心脏病。这个这屋的地砖已经铺完了。在这里感谢大家，感谢一些老的志愿者一直在支持救助站，也感谢一些新来的志愿者对救助站的帮助。这是都是大家从很远的地方给邮来的一些被
是老弱病残那个车库的屋子里，这个老孩子今年是安了一个这个东西给他们取暖了，现在屋里的温度还是很好的。谢谢大家给基地环境改善了不少，谢谢一些老志愿者和新志愿者的支持。这些老孩子又是抵抗力低，这皮肤病又有点复发，但是我是还是给他们在用药，上一些药。天冷了，孩子们都不愿意出屋了，看我们这大笑笑。哎呀，这是皮肤病严重全身上神经的孩子，这些老弱病残的，这是一个小黄，旧时候就是全部现在已经上神经了，正在治疗。还有这个小宝宝，这是前面上神经救了，但是大夫让放弃，始终没有放弃，希望他能坚持活下来。这些孩子们都在暖和屋子里。还有曲宝宝呢，曲宝宝，曲宝宝也在暖和的小床上睡觉。曲宝宝，曲宝宝，什么曲宝宝？在酵母里头捞出来的曲宝宝生蛆了。看看我的小馒头，还有这老老的小蝈蝈。这本被主人遗弃的小比比，淘气的孩子都上桌子了。哎呀，这些小窝窝里头，哎呀，好多小孩孩烤尖的啊，都自己躲到小窝窝里了。哼，这是在繁殖场救下来的小鹿鹿，是严重的胰腺炎，亚肝肾衰，也在坚持给它治疗。